只要待在你身边，那些可怕的东西就不敢出来。你到底是何人？你是不是十年前给我眼睛的使者？从那以后，我就能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我替你挖了这双眼，你自然就看不见那些恐怖的东西。还是算了，这双眼睛就留在我这儿吧。每次我身体虚弱的时候，那些逆仙都会趁机占用我的身体来完成心愿。大人，长西哥哥，大人，都惹我吧。大人，看我今天怎么吓你。他总是会用这些匪夷所思的伎俩来博取别人的同情心。逆仙？什么是逆仙？你身边现在就有一个。什么逆仙？一派胡言！给我云朝言，你给我放手！阿西，你为什么一边说着很害怕，一边又总是喜欢掺和进这些逆仙的事情？我担心这些逆仙会缠上青州城的其他百姓，他们肯定比我还要害怕。我在大人身边看到了一个红衣女子，满眼悲戚地望着大人。或许我想知道的真相会让我更加痛苦。大人，你的心结我可以帮您解开。云昭言，这一次换我来守护你。云昭言，我对你动了凡心。我和大人经历了生离死别，世间万化，您愿因我的闯入而重现青州，守护人间，深感积善于他人，必被馈以恒爱。愿世间有情人都可月上人下，如沐朝颜。